So we done.等一下，搁先，卡到皮了，稍微它太大了，不是。搁先晚上，搁先晚上，锦如姐晚上，贝蒂姐晚上，云珍姐晚上 ，TZU 姐姐晚上好，任轩哥晚上，新雄哥晚上 ，Bad Body 姐晚，芭比姐晚上好，俊杰晚上好 ，Elaine 素姐晚上好，一飞姐晚上好，冠维哥晚上好，搁先晚上好，好，刚才搁先帮忙，再麻烦帮小鸡公开分享一下这边直播。这边，哇操，哥姐不是跟你开玩笑，这边也是在山上。你们仔细听，你们有没有听到山上的声音？不是，你们要闭上眼睛听。那、看，哥姐怎么叫你们听山上的声音，听到睡着，不是公孙切。好，哥姐晚上好，没有打到招呼的哥姐，不好意思，拍谁拍谁。好，那刚进来的哥姐，再麻烦帮小鸡公开分享这边直播，拜托拜托。好，再麻烦哥姐帮我分享一下。好，再帮我分享一下。5天没有探险了，今天太多天没探险，我怕今天不顺啊。哎呀，希望哥姐多担待，让我找一下手感啊。好，哥姐让我找一下手感啊，好吧？啊，私讯哦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哥姐有很多天没拿稳定器，不是公孙姐。哎，超伟大，这太多天没探险了。好，哥姐今天隆重开播。不是，也没有隆重啊，什么隆重开播、哦？哥姐要不要办激动哎？隆重开播嘞，要不要放鞭炮？要不要舞龙舞狮、狼塞？隆重开播嘞，我的公孙杰。好，哥姐晚上好，没有打招呼的哥姐拍谁？好，再麻烦帮小鸡公开分享一下，拜托拜托。我等下讲故事。好，哥姐，我跟你讲，独家。好，这场直播是独家。我跟你们说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哥姐今天来的地方没有人开。没有探险台来过啦，我直接跟你们讲，独家的啦，不是公孙曲，超伟大，而且这边收讯很差呢，我怕会断线，隔间会收讯会差、啊。哎，你们看我收讯，隔间你们看右上角。没收讯呢，会不会卡？隔间会卡打会，不会打不会。那我就不能放音效了呢。音效师，抽回到今天休息噻，特休噻，被公孙求。好，隔间大家晚上好，没有打到招呼的隔间拍谁哦？再麻烦帮我分享一下啦。哇，真的很没收讯呢，真的不给面子呢，隔间。隔间，咱讲一句无错呀，真正有影呢。真的，哇靠呀！真的没收讯呢，没办法，哥姐这边收讯，我加钱拍了。哥姐来我讲故事哦，哥姐等一下我屁股有点痒，我抓一下屁股。啊，看，这边屁股很痒的，不是跟你开玩笑。哥姐你们看一下有人在抓屁股。出那个有氧，出这个有氧，痛贴啊灵！好，哥姐晚上好，没有打招呼，哥姐拍谁哦？哇，这边蚊子很多呢。婷宜姐晚上好，肖韵姐晚上好，轩玲姐晚上好，美玲姐晚上好，许梦姐晚上好，龙池姐晚上好，哥姐，苏菲亚姐晚上好，哥姐晚上好。好，那刚才哥姐再麻烦帮小鸡公开分享一下，我开始讲故事了。好，我们不啰嗦，我们因为今天很比较晚开播啊。哎呀，因为今天也是一样，礼拜五赛车，超伟大。哥姐可以改回一四日吧？今天赛了四个多小时，很远呢，这边又在山上，靠腰。哥姐，算了，没有音效师啊，我看一下有没有，希望会有音效师。音效师，我在等你哦，音效师哥哥。哥姐等我一下，音效师可能要来了。靠腰，真的没收讯，算了，哥姐我直接讲故事啦，不如说。好，哥姐，大家晚上好。没有打到招呼的哥姐拍谁？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点呢，其实小鸡第一次来，我第一次来，真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说，没有一台直播台来过，真的，隐秘、私密，私密处，
不是不是不是啦，哦，这边非常的隐秘，而且在山上，而且搜寻非常的不好，只有加入那个中华电信 VIP 的人才有资格享受 VIP 的空间，就是我本人，哥姐，我有加入 VIP，你们没有，是不是很羡慕？所以我才能来这边拍。基本上来讲，中华电信远传跟台湾大哥大在这边是没有搜寻的，完全没搜寻的，因为我本身就是 VIP，我毕竟加入有 VIP，我还有 LP。好，哥姐。来，这个地方没有人来直播台来过，我敢跟你们保证，真的没有人来过。这边是独家，好，你们今天有看到这场直播的哥姐，非常的幸运，也感谢你们今天进来陪小鸡，因为这边没有人来过，我会有点紧张，没有直播台来过啦，没有直播台来过。然后知名的节目《逃跑好兄弟》有来过拍过，《逃跑吧好兄弟》有来拍过，好、哦，他们讲的故事是这样，他 YouTube 还有在哦。哥姐，你们先看我这场直播，看完你们再去看他 YouTube 好不好？你们先不要离开我，你们跳出去，你们解散了。你刚才有人呢，我读一下。好，哥姐，我读一下。好、哦，逃跑好兄弟有来拍过。好、哦，哥姐，我跟你们讲哦，那个逃跑好兄弟有来过，他们有带一个谢老师，有个老师姓谢。哦，就是会法术明学专家来这边过哦。他说里面有很多无主的魂在里面。哦，这第一，这我没有在开玩笑的，你们可以去看 YouTube 哦，这个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他是一位老师，很有威望，很有权威，很多无主的魂在里面。因为这边是一家以前废弃的葬仪社，哦，废弃的葬仪社，然后这里摆满很多骨灰坛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这边发生过一起员工有没有？在这边上班，上到一半突然中邪，他抱着骨灰台走来走去，真的，连他的同事看到都吓到。你干嘛？抱着骨灰台走来，他的员工，他们那这边的员工突然中邪，然后抱着骨灰台走来走去，吓死。好、哦，那有没有命案发生过在这边？小鸡不知道，哎，逃跑好兄弟也没有说，只是说这边为什么会倒闭，是因为不只是一个员工中邪。陆续接连发生很多员工中邪，哦，这个就是台积不进攻那出现的，吓你干单啊！而且知名节目有来拍过，连真正的命理老师都有来拍过。小鸡一个人来这边，到底是有多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人，才能如此的王者风范，才能敢这样做呢？而且事不宜迟，前进。好，哥姐，再麻烦帮小鸡过来分享一下，拜托一下，因为今天比较晚开播啦。哎呀，哥姐，我们前进了。我们要经过这层层树林啊，超伟大！超伟大，哥姐，等我一下。哇，这边草很高呢。这边我跟你讲，真的啦，没有人敢来这边啦。哦，好你刚才鬼门一紧关哦，鬼门一紧关哦，火车跌倒啦，火车跌倒啦，鬼门一紧关哦，鬼门一紧关哦。但是你在外口的好兄弟，赶紧回去。哥姐超伟大，爱情列车长赛啊，不要开玩笑。哥姐会不会卡？我怕你们会卡呢。哥姐来，超伟大，路口就是这边。哇靠！哎，真的有点扯呢，你们看，它附近都是山呢，这里没有住人呢。啊娘喂啊！你看，这附近哪有住人啊？全部都是丛林啊！哦。哥姐，帮我分享一下，今天我小鸡又来到一个人来到山上啊，来到山上没关系，还来到林那个葬仪社。哥姐，我忘记跟你们讲一件事哦，这边是山上，所以收讯不好，我怕会卡，所以哥姐麻烦单，怕会卡，哎，然后哥姐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一座山呢，它上面呢全部都是摩阿波。为什么这边有葬仪社？它一定是盖葬仪社，一定是盖在寺庙附近，或者是摩阿波附近，方便好，就是进去啊。所以这上面都是坟墓，所以小鸡一个人来到坟墓的地带哦，真的这边都没住人啊，真的环境优美，而且又很高挑，你看外面的视野一览无遗啊。后面有，而且它后面是一大片山坡，前面还有水流的声音，你们听。
有没有跳水的声音？所以它是依山傍水，是非常好住的一个地方。哥姐，如果想住的话，你私讯给我，好，一通电话给我，我马上给你介绍地理位置，我马上帮你安排啦，哥姐。我跟你讲，不是三天两夜可以解决的哈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把你送来这边。哥姐，你们看，它后面依山傍水哦，后面有山哦，前面又有河流，你们看，有没有听到河的声音？所以它这边的风景非常好，而且它的地理环境非常好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淘宝的好兄弟那个谢老师有讲过，他说这边你进来，你一定要不要开玩笑，因为他这边依山傍水，你一定要唱一首歌。我家后面有山坡，前面有小河。我家前面有小河，后面有山坡。哥姐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唱两遍吗？因为第一遍唱反。哥姐，前进。稍微大了，我们要往前走呢。哇靠！哇，不会是那间吧？稍微大，走那么快。哇，哥姐，你们看这边草长得非常高啊。哇，我现在紧张呢。哇，哥姐，再麻烦帮我分享一下，拜托一下啦。今天来到山上，你们看，又是山上的节奏，又是山上的节奏。我靠！然后他山上当中就是这样子，一个房子没了。我今天开了大老远的车子来到一间小房子，不是开玩笑吧？你看，哥姐的草很高呢，不是开玩笑的，不是盖的、啊。哦，稍微大。哎，这边的草怎么是倒的？哎，有人走过的痕迹呢？哦，淘宝好兄弟啦，哥姐不要紧张嘛，我瞧你们紧张的兮兮嘞。我就跟你讲，看我直播，你们跟我要做大事的人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因为风吹草动而紧张吓到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前面路是草是平的？就是有人来过嘛，淘宝有来过，淘宝好像就有来过。你看，全部草都是倒的。哇操啊，这刀子是割人呐、啊！可这刀子是割子嘞，操一下，这刀会割人呢、欸，刀子啊，不是割子啦，刀子啦。你看，哎，它有小青蛙呢，不要踩到它，给它一个生存的机会。哇，哥姐，我们来到这个货柜屋啊，这好像是货柜屋哦。不好意思哦，哦，哥卢大哥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来拍影片而已，有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啦。哦，拍谁拍谁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可以开吗？哎呦！哦，靠呀！我想说怎么有穿黑红衣服的人？哦，不是啦，哦，而且我本人啊，抓起来，这门锁住了呢，那怎么进去？哇，它里面有东西呢，对不对？不对吧？藏衣室用铁皮屋这样盖，这个藏衣室到底是？而且。铁皮屋盖的藏衣室是怎样？员工只有一个人，老板只有一个人，老头家兼员王刚，不得工程球吧？对不对？哎，那边好像还有一栋房子呢。哎，真的呢，我看到窗户了，那边好像还有一间。我们先去逛这间。这间你们看这个草，他妈的，你看都跟我，对不对？跟我这个，哇，这边虫很多，好讨厌哦。欸，他门是打开的呢。拍谁有来队伍狼不？打扰一下。哇，起风了。可惜你们，我带你们绕一下四周，你看全部都是丛林，全部都是树。我很怕有蛇啊，超怕的，因为它树是超高的，你看草都超高的。对啊，
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有人在吗？拍摄有挂号，可是没有人啊！那边这里有房子嘞，周围的那边还有一间呢。可没有人回啊！周围的那边刚刚也有香蕉啦，有烧香的痕迹呢。拍摄哦，打扰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哦。这边是有什么东西？我记得《逃跑好兄弟》那个节目说这里面有很多骨灰坛。不好意思哦，拍谁哦，打扰一下。看我听到外面有声音呢，拍摄有人没？打扰一下，看我是不是听错啊？我听到讲话的声音呢，啊，是你在听错。干还来？你没有听到吗？看你们听到吗？可我是不是听错啊？我听有人吹口哨呢。有了，又来了。我听到有人吹口哨的感觉，啊！哦，拍谁哦？哦，干，超伟大！他又把我灌进去呢，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给我起鸡皮疙瘩。当然有人骂啦！哦，外面有没有人？我听到吹口哨的声音呐、啊。不好意思啦，我拍影片而已哦，打扰见怪莫怪，非常抱歉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 ，I'm so sorry。哥，我真的听到吹口哨的声音嘞。哦哟，一个人在山上哎，哥姐，我在山上，你看他有插香蕉，香蕉在插在这边呢、啊。有人来拜拜过，逃跑好兄弟有来过啊。他跟那个谢老师来，他说这边很多无主的亡魂在这边，因为这以前是废弃的葬仪社啊。风吹的是啊。哦，风吹的就好了，跟错了记得耶。这边应该是他们的仓库，因为都放了很多杂物啊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而已。我靠！
出现骨灰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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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二被人弹，周围的隔间这边都是骨灰坛呢。周围的你们看，隔间不要开玩笑了，这边要严肃啊，不尊重啊，这边他妈都骨灰坛呢。全部都骨灰坛，而且他这边应该是以前放骨灰坛的地方。该不会又是风吧？他的窗户，他的门自己动嘞！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哦，狗又在吹高雷了，靠背啊！他狗是想着想被我打是不是啊？哎，那门该自己动嘞，是风吗？为什么有骨灰坛比较大，有骨灰坛比较小啊？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逃跑好兄弟那个老师说，这边有人在，好像在做法吧，就是他们有拍到一个小人跟一个头发在这边，好像有新人是在那边做法。逃跑好兄弟他们影片有拍到过。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个头发还在不在，他是在这边的罐子找到的。其中他们是在其中一个罐子找到，所以我不知道是，你看有绿色，我这样比较绿色，很多罐子找到。哦，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声音呢？外面有人在敲呢。哥姐，你有没有听到外面有人在敲呢？那个门盖好像在动啊。刚好听到这个声音，刚好听到这个声音。欸，外面有人在吗？拍谁哦？我靠，有人不？叫了一个，我怕鸦片鸟吼。操，林呆嘞，怎么可能会有那个手把转动的声音啊？土葬是捡骨的大瓮的，火葬是小瓮的。哦，大宇哥，谢谢指点迷津。哦，感谢感谢。像我爸的哦，我老爸的就是小的啊，因为他是火葬的。对啊，没错。哎呀，他们好像在其中一个瓮里有看到。哎，不会是这个吧？要不要拿起来看呢、啊？他们说看到有头发跟那个纸人呐、啊。拍谁哦？我看一下，拍鸦片你啊！也不是啊，没有，空的，都没有了呢。拍谁哦？我吹只头毛姐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走向。哎，哥姐，我操，这个很 fashion 呢，给我戴小红帽啊，哥姐。这骨灰坛还有这样做的是啊，戴小红帽的设计。超会搭，给我戴小红帽。看狗在叫呢，超灵呆。妈的，狗在哭呢，那些靠腰。你看我坏人是啊。
可惜真的是没有了呢，那个好像是被那个老师处理掉了啊，你看还摆满许多骨灰坛啊，而且这边很多声音呢，我该进来那个门自己关，超回它里面的门又自己在吹，然后刚刚又是这个门手把又在转，你们今天是玩门趴杀派对杀啦，别开玩笑，都没错起来。哥姐，因为这边地点敏感，然后再加上这边有蛮多值钱的东西，所以这场直播等一下下播可能会删啊。那等一下下播我会问你们的意见，好不好？但是要真的帮我回答一下，因为这边很多值钱的东西，你光那骨灰坛一个就好，对对，你看那骨灰坛多多。所以有心人士如果来这边的话哦。对的，怕小偷。哎呀，哥姐，我在讲一个故事。这是废弃的葬仪社，好、哦，废弃的葬仪社。然后知名节目《逃跑好兄弟》有来拍过，还有带一个老师、命理学家、民俗专家啦，一个师傅叫做谢老师，好、哦，谢卵什么，然后来这边拍过。他说这边很多巫族的亡魂呐、啊，因为有这骨灰坛，有没有？那亡魂都喜欢有个家，他们看到这个骨灰坛就会觉得说，哎。这边会不会是为我准备的？所以你看，小姐刚进来，你看风又在吹了，然后我进来一堆声音，声音都从外面传进来的，然后狗又在那边开始叫了，然后听说这边以前是员工有没有在这边中邪，抱着骨灰坛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然后他同事叫他起来，他都无动于衷。为什么最后这边倒闭？是因为这边不只是一个员工中邪，接二连三的。所以就倒闭。而且我们现在去下一间，这边应该是他们仓库。还好今天没有下雨，不然你被抓了一半。应该是这一栋啊，误打误撞就走到这边来了。我操，这边应该是他们的那个公司。不好意思哦，拍影片而已哦，打扰，不好意思了哦，见怪莫怪，拍谁了。哇，哥姐，你们看，哥姐，你们看，他们多好客，在外面就摆了一张桌，摆了四张椅子跟一个桌子在等客人。所以哥姐，你们有没有看到前面这边？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这边摆了四张椅子跟一个桌子？可能客人来的时候要接待用的啦。可是我就想问说，他这张四张椅子跟桌子会不会太小啊？像客人进来那么坐，不是开玩笑吧？哥姐是考阿姨呢。啊，好可爱呢，哥姐！哇，这个猪猪是哦，粘在上面的啦，不能动。哥姐粘在上面的啦，不能动啊！哇，真可爱呢。好，我们进去吧。不好意思哦，拍影片而已哦，打扰一下，今天没有挂号哦。听到有人吹口哨的声音，拍谁啊？好像有人在叫呢。你没有听到吗？有听到人在叫他哟。
有听到有人在叫他哟。等一下，我听到有人在叫啊。不是不是，那是人，那是一个男，那是男生，他叫爱。山上怎么可能会有人啊？我很紧张耶，我怕会。我知道有人呢，好臭味的。但是也要打扰一下，可惜这边应该是他们的小的办公室吧。哇，这边也废弃一段时间了，你看还有传真机。哦，锁住打不开啊。可是我现在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超会打，我怕有。狗在叫呢，狗一直叫，叫得我快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快发脾气呀！等下那狗真的是给我打到他妈妈都不认识人了，不知道我个性是不是？可是他不知道我脾气，一直叫呢，靠腰里面有蚊子呢，可是这边好多蚊子哦。这个好像也是人家那个枕头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有点像哎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都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往身边那个颜色都很像啊？那我就想问，而且古时候那个清朝的皇帝不是都黄色吗？那么皇帝都喜欢带穿往身被上朝，是不是？皇上驾到，往身被也驾到，皇上喜欢穿往身被，对不对？这东西就不要碰了，这个好像都这边有洞啊，哇，后面又是拨开乌云见青天，又是隔见后面又是拨开乌云都是树林，怎么又是说我操操回答嘞，你一个人在那边干嘛啦，白衣小内裤你没踹几雷嘞，这么晚了不回家，你一个人挂在那边，你是干嘛？掉荡秋千是啊？你没踹几个键，我刚以为想说什么东西挂在那边。我哥键被我吓到拍谁哦？我这边吓到一下。呀，这边应该是没路了，我们去隔壁间。我们去隔壁间。靠腰啦，怎么这么像那个新北市长侯友宜？侯友宜怎么出家了？赵辉，当你新北市不顾疫情，你跑来这边出家给我打坐？而且新北市长侯友宜跑来出家，也不是公生球。我们怀念他。我听到脚步声呢，不要紧张，而且是风啦，一点风吹草动，你们就感觉很紧张了一样，对不对？会怕就不要探险嘛，操出来是不是？
好可惜，右手边有个红色的门呐、啊。还是要打扰一下，来电有人不？敢进不去呢？那他们怎么进去的？是锁住的啊！可惜这不是，拍谁哦？哥哥今天感觉有人在上面走呢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哦，我那感觉怪怪的啊！我听到有人上面走的声音了、啊。哦，这感觉不喜欢呢。I don't like it。这个门竟然不能进去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进去？还是阿妈，弟弟来得困哦，起床哦，我回来啦，给我开门一下哦，阿妈。进不去，我想办法，哥姐等我一下，我想办法怎么进去。哎呀，他，不能进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间这个房子进去可能就是他们的真正办公的地方。刚刚第一间是，妈的，一直有声音呢。刚刚第一间货柜屋呢，可能是他们仓库放东西的地方。再来，我们刚才看到那间房子。你不要跟我说这是风，我打死都不相信。这个很明显，人家走路在拖的声音，哪有风？你们看一下这个树有没有动？不好意思哦，我拍探险呐、啊，我等下离开会烧纸钱给你们，有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哦，拜托，哦不要出来吓我啦哦。你们不是都已经回去了吗？打扰一下，我给你叫了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哥姐，刚才那声音很大声呢。这边也进不去呢。对啊，这边有洞可以钻吗？不行啊，它里面都铁杆啊，不行啊，这边也不能进。而且是厕所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跟你讲，他说化妆室，这边是厕所，化妆室给我，他说在这边啊，而且，所以你们要看到化妆室，对不对？你们千万不要进去上厕所，你们一定要在这边上厕所。而且他直接叫你上水沟啊！哇靠，这么贴心呢、啊？没得。可惜晚上我没有打招呼，可惜拍谁哦？哎呀，那边哎，那边怎么又一间啊？哇，这真的很难走啊！哦，真的很难走哎！可惜，哥姐，超威了！干，哥姐，不好意思哦。哎，干，太扯了吧！我跟你讲，我探险那么久，没有感觉到这种感觉呢。哎，我觉得这真的有点扯。不好意思哦，靠哟，可惜你没有感觉到。有人吹口哨，不是？哎，我探险那么久都没有这种感觉呢。不是，我怎么可能？哎，而且我探险探那么久，有人在摸懒懒那
有人在摸我胆胆的感觉啦，我讨厌哦，讨厌啦，你干嘛？你讨厌，你真的是讲不听啊，进来摸我胆胆干嘛啦？你别错几嘞！我想说奇怪，我以为我在外婆房间呢。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来摸我蛋蛋呢、啊？哦，哥就没事啦、啊。哦，树啦，树插到我的蛋啦、啊，你别错几嘞。哦，误会一场啊，哥先，你们不要紧张。真的，这个树，哎，哥姐，你们看那树都跟人一样高了，你们看，都快比人，都已经比人高了。哎，那个我桃心，我8公斤挡着，不然我那个一插下去蛋都破掉了。可以煎蛋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边好像是厕所。废话，我没有眼睛吗？我看不出来这是厕所吗？你在讲干话是？拍谁哦？拍影片。哇，那这间怎么进去啊？超伟大！可是我们绕后门看看，看能不能进。我记得那边好像有个后门，我们从后门看它能不能进。我们该不是经过有一个后门吗？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他这边不能进吗？不能进，我们去后门。别锁住了。哇，这边多重哎！不好意思，我回来打扰一下。哎，到底是谁啊？拍谁？怎么这么一天天？有人吹口哨啦，我就说有嘞。哦哟，干！哦，拍谁哟？阿娘喂啊！狗一直叫呢。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我就说有人吹口哨，你们不信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拍摄五郎不？如果不欢迎我的话，门可以打开吗？打开我出去。我很怕那门打开呢。拍谁哦？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的，我也是拍探险而已。哦，打扰见怪莫怪哦，不好意思。我狗一直叫呢。可惜那个声音这么大声呢，那个外面传来的。我直接被吓到。那可是我跟你讲，哥姐，那个你不要说那是什么风鸟，不是，那个是人吹出来的声音。我跟你们保证，鸟不可能会一下，鸟会很多下。就像我不是真的啦，哥姐，不要再开玩笑了啦。什么我很多下？当然，那是当然哦。不是，如果是鸟，它会一直吹。他，我跟你讲，我总共听到三声，第一声是在骨灰坛那一间，一模一样的声音。第二声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听错，很小一声，的声音。我跟你讲，刚刚那一声超大声，感觉就站在门口，我起鸡皮疙瘩，他感觉就站门口。
不好意思哦，外面有人在吗？不好意思哦。又是这样，每次探险都这样，又没人。每次都这样子，算了。哥姐，我们的目标是进入到左边那个，我们看一下他有没有后门，因为我刚才来到这边有看到这边有后门，这边有这个后门，代表说另外一边也有做后门。我刚没有走过去看吗？哥鞋，刚刚有听到那个口哨声的。哥鞋，刚刚有听到那个那么大声的口哨声的打友，有听到打友，帮我打一下。没有听到打没有？超会打。这边怎么摩托车？这边怎么会有摩托车？在山上呢？好像在外面停下来呢。有听到摩托车声音吗？这边怎么可能有摩托车？这都坟墓呢。我跟你讲，哥姐，你会上来这边只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扫墓，因为这上面都坟墓，摩托车不可能走这边。第二个，除非是有一个类似刘德华的人来这边探险，不然不可能啊。该不是我粉丝？不会吧？这很恐怖呢，你一个人来这边骑摩托车，还是你以为你是飙风少年？被抓起来。哇，这草这么高啊！哇，它真的都没有后门呢，你还坡啊！哇，哎，有人开一个洞呢。拍谁哦？来第五郎不？啊，这个就大门啊，这个就大门啊。我看走下去也没有后门了呢。对啊，后面也没有门呢，因为刚那边是刚刚我们来看的地方嘛，刚刚那个厕所嘛。对啊，这后面没有门的，哇，只能从这。哇，好像有人进去过了，可见好像有人进去过嘞。啊，那我们进去一下。超伟大，我要爬。哇，这很小嘞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干，这个有玻璃呢。丢鸭婆。哥姐，等我一下。哦，干！刚刚有铁钉。那个，我打扰一下。哥姐，超伟大！我8公斤差点卡到，讨厌！我8公斤不是开玩笑的。好险，今天只有带1公斤出门。
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哇，哥姐，你们看他这个天花板都已经开口笑了呢，你看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头壳发几粒糠。哥姐，稍微他头破一个洞啊。怎么跟他不一样呢？还是有人无？哇，这边应该他们的办公室啊，可是他们办公室也太这只有一个人的办公室哦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啦，你的抽屉的包皮掉了啦！我、哦、靠，姚哥姐，我一打开那包皮就打开啦耶嘞，好拍死哦！好、哦、割，帮你抽屉割包皮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猜，哦，这怎么漏水漏成这样？不是开玩笑吧？你不要割酒，不要再开了，底下全部包皮都掉下来，你别戳啊！到时候有人攻击我说啊，要尊重啊，不会东西。这种感觉不像是那个、啊，对对。阁下，他们说有一个员工在那边中邪啊，好像就在这边。这边应该是他们以前的办公室。他们说有一个员工在那边中邪，抱着骨灰坛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哎呀。拍谁哦？他们的厨房啦、啊！喂，操回答，那壁虎掉下来，哥些壁虎给我掉下来嘞！你没有听到哒一声吗？壁虎从上面掉下来，看我想说什么东西掉下来，你们错起来。啊，壁虎哥哥，你他妈管高空弹跳，你要跟我讲嘛？妈，没错几的，我听到“哒”一声，壁虎上面掉下来了。玩高空弹跳不早啊，没错几的。冰箱的冰，你脾气来真正有够胖，胖公公，一家伙啊，你咧烤烧肉，烧肉一家烤肉万家香，冰箱里面都很香。怎么，但是冰箱怎么那么香啊？超，哎，真的，你们看，咦。哥要闭气哦，来，我们说三，你不要先暂停呼吸，来来，三二一。啊、嗯，哥些那个味道在我脑海不断的徘徊，不知不去啊，跟他初恋女友嘞。打扰一下，拍谁？哦，这是他们的厕所啦，禀受啦，厕所。我们去另外一边。我这边好像比较小一点，可是，在山上它蚊虫也很多，都不太好。这边就虫很多了，比较不好走。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靠背啊！我怎么听到有人？拍谁哦？打扰一下。
我刚听到有人，看有声音嘞。我看到有拜拜的痕迹，看有人香有香脚，有人在那边拜拜过。找回答，哦，看到地板都泥土。不好意思哦，应该不会是有人，不会是人的吧？人的怎么可能放这啦？我不太相信呢。你怎么可能会把它放在家里？看要不要看？要不要拍里面？要拍里面吗？但好毛哦，看他骨灰坛呢，要打要，不要打不要。算了算了，你们问你们，你们一定说不要，因为你们很关心我，很爱我啦，哥姐。可是我想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呢，我不相信人都会在家里。要不要？哥姐，我为了要证明，好不好？那你们不要骂我好不好？我证明。证明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，如果有，我等一下会跪下来跟他道歉，烧金纸给他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。真的是呢，拜谢哦，打扰一下哦。不好意思哦，如果有冒犯的地方，这边跟你说声抱歉，对不起。哦，我想看一下您到底有没有在里面。如果有的话，我打开有看到的话，我等一下一定会烧纸钱跪着跟你抱歉哦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又打扰地方，不好意思。里面没有，里面没有，我把它抱回去。里面没有，里面没有。正常来讲，骨灰，因为我爸，我看过我爸的，他骨灰不是真的是灰。它是一片一片的，它不会烧成灰，一片一片。我因为我爸是一片一片的，是空的。好，不好意思哦，拜谢拜谢，我还是跟他道歉一下，因为，哎呀，哥姐你们，我知道你们会骂我了，哎呀，可是我想要证明给你们看一下。干，这个心脏压力真的是，好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打扰了。可是我看里面是空的，哥姐不要骂我啦，拍谁啦？我想说证明给你们看一下，拍谁？我打扰一下，干紧张哎！哇，我现在紧张到现在还在发抖啊！
呜呜！臭林台拍谁哦？有人没？拼壁虎了，壁虎！拍谁哦？我干，草回答。干，我跟你讲，我被吓到。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有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，拍谁拍谁哦，对不起对不起。里面是有灰的不多，所以刚刚那个到底会不会有啊？我其实也不知道有没有哎。可是刚刚里面那一间臭味道，我看到遗照呢。不好意思哦，哦我拍影片而已啦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知道什么？干！我刚被吓到啊！那是我刚看到黄色的骨灰坛呢。哦，靠呀！那里面呢、啊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看到骨灰坛里面又有一个骨灰坛，而且它包得很完整。重点是后面有一个照片。好像是佛堂，哎，灵堂那种感觉，而且里面，臭味道地板有人烧东西过呢，这什么啊，哥姐，纸钱呢？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好像看到青铜玉女，真的假的啦？可是有看到青铜玉女打有？有看到青铜玉女打有？为什么杯子都破了？我不知道呢。为什么杯子都破了？为什么杯子都破了？哦，可是我知道为什么杯子都破了。师兄跟我讲，因为你们在喝酒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喝酒的时候就喝得太尽兴，饮一杯，下一杯，饮一杯，饮一杯了，又下一杯。不要开玩笑啦！我很怕他们自己关呢，臭味道，我想去拍呢，要不要拍啊？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我刚刚，我来拍影片而已，不好意思，有打扰地方见怪莫怪，哦，这边跟你说声抱歉呐、啊，哦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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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抱歉，哦，非常抱歉，哦，我来拍一下下，哦、有得罪到的地方，我等下会收纸钱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哦，非常抱歉，哥姐，我们前进。
不好意思哦，有打扰到不好意思哦。哥姐，我不知道呢，因为刚刚有哥姐说你没有灰，我也不会讲呢。我等下收拾之前给他跪着好了，以防万一啊。我听到声音。干，我听到吼操声。可想前进。不好意思哦。哦，拍谁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哦，我看到头发了啦，哦，哥姐，我看到头发了啦，哦，看我烦哦，怎么每次都这样啊？头发，我看到头发了。哦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我来拍影片而已，抱歉，哦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哦，我拍影片而已哦。头发了啦！哦，那个逃跑好兄弟那个纸人不是已经被老师处理掉了吗？怎么这边又有？烦哦！而且他旁边有那个呢，一男一女呢。拍谁哦？拍影片而已，有打扰的地方真的很对不起，我很抱歉，我很抱歉，我很抱歉。拜拜过呢，超伟大啊！哦，有蜘蛛网，蜘蛛网，应该有蜘蛛呢，有蜘蛛网，可以有看到蜘蛛网吗？这很久没人来的呢，拍谁哦？拍影片而已，有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，不好意思。好不好意思哦，不好意思，哥姐有骨灰坛呐、啊。敲，哎、欸，真的是头发呢，哥姐，真的头发呢，靠腰啊，这头发还有染过呢，靠腰的哪家染的？这都有上色呢，哥姐，超会搭，这染发应该蛮贵的、哦，因为都有上色的感觉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我拍影片而已哦。哥姐，那骨灰坛我真的不敢碰啊，我真的没办法哦，对不起哦，因为它包得很扎实啊，那你感觉里面就有东西啊，你们看，而且都有灰尘了呢，你看都有灰尘了。
你看都有灰尘了。这个摆很久的感觉呢。好，哥姐，那个骨灰坛我真的没办法开哦。可惜那骨灰坛我真的没办法开，我真的对不起哦。你们如果再好奇，我也没办法承受这样的压力。你说外面那个就算了，里面这个我真的没办法。我觉得里面有，我觉得里面真的有，而且它还有头发呢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还有红包呢？有头发也有红包，这傻小啊，什么情况啊？而且这红包有灰尘的呢，不会吧，哥姐，我们真的没法打开看啊齁。希望哥姐真的很对不起，很抱歉，我知道你们好奇里面是什么，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打开看，因为我真的会怕啦。你看，你们看这样子，我怎么会敢？对啦，哥姐，他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越南人呐、啊，因为黄阿娇好像是外国的人才会去，就是越南那边的，会不会觉得有道理的？他有黄阿娇，会不会是越南人啊？你看他还用，他还用红线绑头发，红线绑头发。做女优在这边，我觉得这个骨灰坛应该是照片里面那个姐姐的了。我觉得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了，哦，拍谁拍谁，哦，打扰了。而且我觉得我想先离开你，你看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哥姐，他这里已经有，你们知道我想讲什么吗？你看都灰尘呢，你们看，有蜘蛛网呢，灰尘呢，所以他这边已经放很久了，怎么可能最近才刚放的？啊！外面有声音呢，哦，好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我拍影片而已啦，哦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，哦，外面有声音呐，哦，我搞吓啦，哦。哦，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拍影片而已，我绝对没有为非作歹之意，哦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哦，我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，我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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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我真的，哦，姐姐，我真的很对不起，哦，我真的对不起，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可见我一个，我感觉头很晕呢。外面有声音呢，是哦，打扰一下，有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啦，拍谁拍谁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姐姐，我只是拍影片而已，有打扰的地方见怪莫怪。哇哇！靠北，那我可怜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哦，我太拍影片而已啦，我探险，我拍影片，我真的对不起哦，哥姐，那门一直开开关关的。
哎，里面有没有人在啊？他们一直开开关关呢。里面有人在吗？我拍探险而已啦，我真的对不起你啊，大哥大姐，我以为你们已经回家啊，我跟老师公你已经回去啊，我请假，我对不起你哦，我不应该打扰这边。哎，可见他们该开开关关呢，哎呦，真的对不起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断线了吗？断线了吗？看有没有听到？可是有没有断线？有断线打药。超会打，他又在吹高雷了，狗又在吹高雷了。哥姐有断线打，有没有断线打？没有。哥姐他们开开关关呢，他该我该哥姐我该关起来，他该关起来我吓到，哦我该跑掉，他又开头关呢，不要跟我说这是风造成的啦，这怎么可能是风啦？断线了，断很久。隔间有断线吗？靠药水刚刚开开关关，你们都没有看到。你们最好也不要看到这个，这个看到不是一件好事。他开门关起来，他又自己开，就自己关。他连续开关开关关，他是这样关开关这样子关开关一次关开关，怎么可能缝会这样子？有断线吗？好紧张哦！可姐要不要去开门呐、啊？我怕，我会怕呢。这里有骨灰罐呢，这里有骨灰坛呐、啊。哦，这个压力真的很大，可姐，我真的是好累哦。而且我现在，我身体倒是没什么不舒服了，只是肚子很饿。哦，不多久腰哎了。刚刚又有笑声，真的假的啊？哦，我感觉不要再讲吓我了。哦，姐姐不好意思，我拍探险，你不要吓我了。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哦，我以为你回去我才来的啊，没想到你在家。哦，拍谁了？哦，对不起啊。哥姐觉得要去看那个门到底发生什么事的，要开的打药，不要打不要。觉得要开门的打药，觉得不要打不要。哥姐帮我加油一下哦。哎，真的那个压力很大呢，不是鬼门关了吗？怎么门会这样关？风吗？又是风？不要跟我说是大气压力，怎么整天的大气压力？靠腰，正置气的时候断线，真的假的？没办法，这边在山上，所以讯号还是不好。恭喜一万一，他在逗你，目前很顺。然后谢谢你哥姐哦，感谢哥姐的支持哦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都没有看人数啊，因为真的太紧张了。哦，谢谢你们的分享。那个门直接关起来呢。怎么会一直断线呢？哥姐这边好像不欢迎我拍探险呢，一直讯号不好呢。他时间永远停在快2点50分的时候。不好意思哦，有打扰的地方，我真的很对不起哦，拍谁啦哦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。哦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来打扰你们的，我拍探险而已。
可见我们前进呢、啊。哦，可见哦，拍谁哦？不好意思，里面有人在吗？打扰一下，来第有人不？不好意思，里面有人在吗？狗一直吹高雷呢，然后一直有吹口哨的声音，到底想怎样啊？这边开轰趴沙啦！可是你都说不要是不是？可是艾博说，别人说不要就是要呢。你们是不是想看又不好意思叫回去打不要？心里说他妈的小七，我他妈打不要，你抓着给我回去看。我打不要，你真的不要回去看。你给林别赶紧塞了，稍微的。哥姐不要这样了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虽然我也会怕，但是你们都知道我的个性。我也一定要把真相带给你们，我才会离开。哥姐前进，感真的很紧张，我怕里面有人呢。拍谁哦？没人啊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赵薇他，赵林呆，这是哎，拍摄有人在吗？可是那个有两只吗？有打有，怎么可能？而且这是不是有两只？应该是有两只吧。我刚才进来好像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干，我们回去看。我们回去看。如果没有怎么办？干，我真的没办法这样子。干，我真的好累哦。如果没有，跟你讲，我真的不想吃。好烦哦！隔壁有没有？隔壁间到底有没有？没有人呢、欸，这间没有人呢、欸。但隔壁，我跟你讲，我一进到底，我这间就是没有人。这里你怎么可能爬出去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躲在里面是、啊？给出来！不可能，里面不可能有人。我一进到底没有人。如果隔壁间没有，他是怎么移过来这边的？怎么可能呢、啊？太扯了吧！又飞过来，这该不会后面有一道墙吧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哥姐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去隔壁看。我觉得是有两只啊，不然真的不可能啊，不可能，我觉得是有两只啊。我觉得不太可能啊，不太可能，这种事不可能会发生。哦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两只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带到这只。哦，隔姐觉得有两只的打有。隔姐觉得有两只这个金童玉女的打有。
绝对有两只这只金童玉女的大幼。干，我真的很怕我去看你。干，我真的很怕我去看你。那个门会不会又关了、啊？哥姐觉得有两只的打有，觉得没有的没有。我们去隔壁看一下。哥姐，干好烦啊！我真的会怕呢。如果没有怎么办啊？那真的没办法解释哎、欸，我真的是靠腰这个。我跟你讲，如果隔壁那一间真的没有这个金童玉女哦，我跟你讲，这太扯了，太扯了。我们去看一下。还是刚才他坐高铁来的，靠！玉婷姐，不要开玩笑了。请问一下，你有买高铁的票吗？你是站票还是坐票？不会吧？这感觉跟刚才那只又不像呢。刚刚那只衣服是粉红色的呢，这只是紫色的呢。对了，应该有两只的。可惜我们前进。看到我怕有两只呢，我怕有一，我怕隔壁那只没有，讲错。不好意思哦，姐姐，我来这边拍影片有打扰的地方，真的很抱歉。我离开会烧纸钱哦，真的很对不起，哦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哥姐，我先烧给他好了，烧给他，我先烧给他。我怕如果隔壁那一只没有哦，我直接跑，我是直接跑的，我跟你开玩笑。我先烧给他，姐姐，如果打扰到你的话，可以给我五个灯吗？三个灯，姐姐，你如果希望我离开的话，可以给我五个灯吗？他不希望我离开。姐姐，如果你希望我留在这边的话，可以给我五个灯吗？姐姐，你到底要我怎样啦？你还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不给我五个灯啊，哥姐。可是哥姐，我说真的，这个仪器呢，它是监测这边的电磁波的现象。这间房子已经没有电了，但还有显示电磁波的能量。他可能不想要回答我问题，但是他的确有好兄弟在这边，你们懂吗？我们去隔壁看一下。臭味道，今天这集真的是，我原本想说今天应该鬼门关不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，臭味道怎么遇到这种事啊，好烦哦。可能不是哥哥，姐姐是哥哥吗？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哥哥，大哥，请问你有在这吗？有的话，可以给我五个灯吗？好 ，OK， 对不起，是我自打嘴巴，我打脸，我自打脸，自己打自己的脸，我的脸好痛啊！不开玩笑，那就应该是姐姐，不是大哥了。她应该是女生，不是男生。她应该真的是女生，不是男生，因为刚刚最高灯给到三四个灯，我问是不是男生，他是一个灯两个灯，所以她应该真的是女生。
我们进去。如果隔壁那一间的金童玉女真的不见怎么办？哥就问你们怎么办？两半炒鸡蛋，鸡鸡切两半，怎么办？拍谁哦，姐姐，我又来了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看一下，求一个结果跟真相。那有我刚刚有烧纸钱了哦，那刚刚有冒犯的地方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刚刚有烧纸钱了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受我的心意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的，非常非常的抱歉 ，I'm so sorry。应该是两只啊，我觉得。妈，不会吧，不见了，我操，回答不见了啦，看不见了啦，哎，真的飞过去呢，太扯了吧，哦哟，哦，不要再这样子了，不要再这样子了，不要再这样子的啦，哦，我以为是两个，因为我以为是一个穿粉红色，一个穿紫色的。哦哟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，我只是要拍，我只是混口饭吃而已，我不是要打扰你们的。哦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们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们，我只是混口饭吃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的，真的很抱歉呐，很抱歉，很抱歉，很抱歉。怎么可能同一只啊？可是怎么可能发生？怎么可能？到底怎么做到的啊？那个是密室嘞，那个是没有路的嘞。你要路，你有路，他出，如果有人，他出来一定是从那边给我看到的。怎么可能？我一进到底没有人啊？可是他在玩密室逃脱是吧？怎么可能啊？哎，真的有点扯呢，我直接脚底发麻呢，我不止起鸡皮疙瘩，我是从脚底都发麻到头顶。红包不见了，真的假的啦？可惜还不去看红包啊！我真的是被笑到我是软脚了。他们会不会又在关起来啊？不好意思哦，不要再关了好不好？很累，很累，我不想再求真相了，什么真相我都不想求了。可惜我们去看红包，看我肚子好痛哦。到底怎么办到的啊？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。可是我就不要进去了啦。哎，他真的不见了呢。红包还在啦，可是红包还在啦。红包还在啦。怎么可能？那这边又没有门可以过去，还是他从旁边上面爬？怎么可能啊？爬都没声音的，到底怎么做到的？有打扰到你们的地方，在这边跟你说声真的很对不起，非常非常非常的抱歉，哦，非常非常的抱歉，哦，非常非常的抱歉，对不起，今天真的打扰了，不好意思，哦。不好意思，可惜趁回答我真的吓死我，真的要走了，我真的会怕，我会怕、啊。可惜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，我不可能相信有这种事情发生，这怎么太扯了？真的太扯了。超回答，那里面没有人呢，怎么可能门会这样关开？那金童玉女跑进去，
姐姐不好意思哦，再给我耽误10分钟的时间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哥姐，我真的逼不得已哦，我真的想出去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出去就没人了，我真的出去就没人了。我今天开很远的车，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工伤啊。哦，哥姐，真的对不起，哦，我真的会怕，但是我真的还是非得在这边工伤，一个人在这边工伤。哦，哥姐，我工伤一下。哦，不好意思哦，姐姐跟大哥大姐，我在这边做一下工伤，赚一下补贴家用哦，我补贴家用一下，那如有打扰到你们的地方，真的是非常的抱歉，好，见怪莫怪了，不好意思。哥姐，119加你要的数量啊，拜托帮我加一下啊，119加你要的数量。有人在叫欸，奇怪，哇，他这边还有捕兽夹呢，看好恐怖哦！这边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啊？之前什么什么都有，还有人那边有头发，又在那边做法的，哦，有人那边做法，又有人头发，好恐怖哦！我再麻烦你们帮我加一下。你们会不会很好奇，臭味道我包包可以装的东西是蛮不简单的？你就感谢煤气罐老师选的，很简单了。哥姐，我要出去了。哥姐，冰霸杯260块加你要的数量啊！好，拜托了，好不好？260块冰霸杯都没人加，臭味道。哥姐，卖正的你们都不要，卖仿的你们一直买。你跟下次我下次我卖仿的哦。哥姐，我可以卖房的吗？哥姐，我们再回去看一下。哦哟，还在哦，超伟大，我也不在了呢。哦，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了，打扰了，拍谁拍谁，打扰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哦，拍谁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真的对不起。哥姐，我们离开了。不是鬼门关了吗？怎么还这么刺激啊？好烦哦！这不是鬼门关了吗？怎么还那么刺激啊？可是我爬一下又是很窄啊！可以等我一下啊、哦，这可以想一下怎么爬呢？哇，这怎么爬啊？哦，这有碎玻璃，干！啊啊，我八公斤，恁娘水！哦，干！哦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可以等我一下哦，陪我一下。呜、啊！哦，不要！可惜我先走了、啊，你们自己在这边慢慢的。这边冰霸杯啊，好不好？看你们有几个爸爸可以背啊！啊，冰霸杯，冰霸杯，啊，冰冻的爸爸很靠背。哎呦，干！冰冻的老爸真靠背，冰霸杯。恁娘子个，你若是买我的冰霸杯，恁老爸真靠背，唔知影恁老爸真靠背，恁阿伟恁娘子个。哥姐，回家。你们看，这超难爬的，超小的。探险真的不是人做的。哥姐，小杰今天卖的商品真的利润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。哦，再麻烦你们帮我加一下。啊，路喂，操回答，你别下班啊啦！你先徛，你先徛边你啊啦！你别错起来。
可姐，我们出去。可姐，冰爸那个啊，帮我加一下好不好？今天小金卖的都是很实用的东西呢。不好意思哦，我下班了哦。哦，打扰，抱歉。可姐说下班。哦，臭灰蛋，你在那边干嘛了啊？这真的还假的、啊？这真的还假的？靠背，我真的很好奇呢。第几年吗？真的啦，拍水啦，靠腰，哥姐他压车啊，靠腰，不好意思哦，青蛙哥哥，请问一下你压车噻？哥姐在过弯呢，我看一下后面看比较，冲出零度空间，跟这一切分裂，跟就算爱的很美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哥姐他压车啊，靠腰啊，赵薇，那你在卡普噻？格姐，他卡普啊！青蛙给我跑去压车呢，不是开玩笑。这边真的很多声音呢，我该出去了。这边真的很危险，不要随便来这边开玩笑。格姐，人工结构不说呀呀，这你看草都跟人一样高了，谁敢来啊？没有人敢愿意一个人半大半夜十一二点在家不睡觉跑来这边好不好？对对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，哥姐。哦，哥姐，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冰霸杯加一下，不然立紧靠杯哦。线上哥姐没有帮我加的冰霸杯，立紧靠杯，好不好？260克而已呢，卖的跟仿的一样的呢，外面也卖200多，我也卖200多。